Hello， 大家好，我是 Tracy， 今天我们又来开箱啦。好，今天我多了一个小嘉宾，自我介绍一下。不要过度吃。好，今天我又来开箱包裹，然后这个包裹呢，跟上一个影片的包裹其实是一起买的，但是呢，我分开了不同的时间寄，所以今天这箱包裹终于到了。好，我现在就来开箱，你去帮忙拉一下。那今天就是这箱包裹了，哇，这箱包裹超级大箱，比上一个影片那一箱更大箱。你没有看到我。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开箱。有没有感觉开箱是最开心的、最爽？一刀切下去。这个包裹我已经期待很久了，比上一个包裹更加的期待，因为这箱包裹有很多我等了很久的东西。包裹，因为我朋友帮我寄的时候，他就分成三个包裹包在一起才寄的，所以现在我来开第一个包裹啦。好了，现在我来开到第一个包裹，第一个包裹就是红糖，这个马来西亚应该很出名吧，这叫做九记果红糖啦，应该很多人都有喝吧。我这次买了五盒，因为它刚好有优惠啦，双十一它刚好买五盒呢，然后它就送多两包小的。我其实这个红糖我一直都在喝，所以这一次呢算是回购啦，不是新买的，因为我上次已经喝了差不多有三盒，然后我这次又再回购五盒，然后有一盒呢我就买了不一样的，我就买了姜母茶。他们的姜母茶呢其实很辣，如果你想不要喝姜辣的话，你可以掺一粒红糖一粒姜母茶，这样子呢就不会姜辣哦。那它姜母茶是这样的包装啊，这个是新包装来的，之前的包装不是姜的，之前的包装是好像是纸包装吧，现在是铁盒的，你看蛮结实哈。然后这个是九记果红糖的包装，我很喜欢他们的铁盒嘞，然后之后又可以拿来装东西。然后先我们开下一个包裹，哦，这个是一个包包，也是双十一买的，这里所有的东西大概都是因为双十一有优惠所以我才买。这个包包本来是很贵的嘞，然后现在哦，因为双十一嘛，然后它就优惠哦，买两个是好像是300多块啊。然后我来给你看一下，我买了什么包包。哇，很美丽，它的包包，美吗？哇，它的包包真的很美嘞，而且 quality 超好。这个包包的牌子叫 Rubbermaid， 好像是。你看，它还有附送那个袋子啦，这个是斜背包啦，还有附送两条哎，两条都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是这样子的，皮的啦，还有一条是铁链的。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戴链子的多一点啦，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金色搭配到很美耶，真的是。我来看一下，你看它就是这样子的包包，哇，超级美，而且这个颜色很美嘞。它还有很多颜色，你们其实可以去它的官方网站看一下啦。我是在 FB 那边跟人家直播买的，其实我本来是想要买黑色啦，但是他们刚好黑色没有货了，所以我就拿这个颜色咯，而且这个颜色也是很特别。然后我来开下一个我买的，因为这个是优惠，所以买了两个才有便宜。如果这个优惠哦再做多一次，我应该会考虑买多两个。
因为这个包包现在的优惠真的太划算了，平时哦如果没有优惠，一个都要200多块，所以现在优惠真的很划算哦。我应该到时候会考虑买多两个，如果它再有优惠啦。然后第二个我买的是一个背包，这个背包的容量应该是蛮大的啦。他跟我讲，我是想要买来可以有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装一下小孩子的东西呀、还有奶粉呐、跟尿片那种。我是觉得 OK 啊，不过如果再大一点会比较好咯，但是还算 OK 啦。而且这个 quality 也真的超级的好，这个牌子是 SG 的那个 A 啦在代言的哦，所以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来，我们开箱下一个。我要开箱下一个东西是这个，就是好像是我买的一个项链还是什么东西。看一下，哦不，这个是我跟另外一个人买的，是一个洗银水，就是它可以洗那种银器啊，比如说例如戒指啊、项链啊，那种戴久了会变黄啦、变黑啦，所以就要买这种来洗。然后还买了一个戒指，看到吗？是一个这样的戒指。然后我们还买了一个手链，这个卖家还不错哦，它的银器真的是很美。你看这个手链是这样子的，看到吗？不错，下次还可以再回购。然后我们再来开箱，这个是什么东西？水壶。哦，这是那个九济宫新出的那个水壶，看一下有没有爆。寄过来英国会不会爆啊？哎，没有爆，很美，你看很美是不是？新的，这个水壶是新的，我特地买了寄过来英国。你看它里面还有一个网，可以搁那种茶那种渣还是什么啊？这个杯真的很美嘞，而且哦，这个玻璃很厚哎，质量很好，它还有附送一个袋子，你看，这样子拿出去。买了这个杯之后，我会喝很多水的。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哦，这个也是我期待很久的了，这个是一个。他们叫做 EV pad， 就是那种 TV box 啦，可以看很多那种港剧啊，那种电视剧啊。还有欧巴。欧巴，还可以看欧巴 ，OK。然后最主要我买这个东西是因为呢，里面呢有卡通片，然后呢他们的动画卡通片都是讲中文的，所以我是要来让我儿子可以看中文的卡通片，学习中文。因为现在其实他在英国，他很难学到中文，他每次学校讲的都是英文，所以他回来家里哦，他也是讲英文。我们怎样跟他讲中文，他也是只是讲英文。所以呢，我就打算买来，然后可以给他在家里看一下中文的戏。而且现在网上哦，这个牌子是很红哎，它的盒子是这样子的。而且、哦、他们是永久不会讲哦，你需要 update 啊，他就看久了也会不能看了，他是不会的哦，他是永久的这个。而且他是马来西亚有认证书的，就是马来西亚有给认证书他，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因为英国哦，你要看那种港剧还是什么啊，你也是要上网看，所以我买了这个很方便。好，我们再来开下一个，这个也是一个 TV box， 我买了两个，因为一个是我妈妈要的，所以我们就不开了。这个是那个，他们是叫做焖烧壶，所以呢，它就是焖烧壶，就是你可以不用放电的，你就可以放生米啊还是什么下去啊，它就会焗住它几个小时之后它就会好。所以我是买来煲粥给我女儿吃，我看它的 quality 也是很好哎，而且它是这个牌子，你
看到这个牌子，这个牌子是韩国牌子，他们讲很好啦，我上网看也是很好，而且容量很大，你看真的是超级的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价钱也是很实惠啦。英国也是没有这种东西啊，很多东西都要从马来西亚寄过来，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人会用这种壶啦。而且你看它可以，它写着可以保温24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蛮好。然后我们再来开箱这个，这个是那个除螨机，就是除螨虫的机，是拿来洗那种床单啊，洗那种枕头啊。因为我们英国是住在那种 flat， 所以哦，也不能好像马来西亚这样拿那种床啊出去晒，而且这里也是很潮湿啦，所以买这个来洗那种床可以防止那种小孩子敏感啊，我还没有试过啦，但应该是蛮好。这个牌子也是韩国牌子的，韩国制造，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下一个是这个什么？哦，这个是那个粉底液，应该是粉底液啦，叔叔。我也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牌子的。我也是没有用过，但是是我一个朋友介绍，他说蛮好的，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它还有38千的防晒，还有 UV protection， 所以它是可以防晒啦，而且好像它也可以当粉底用啦，可以当 BB 霜用哦。它不是遮瑕力很强的，但是它的遮瑕力还是有啊，你们看一下这个。你们可以上网试试一下啦，我也还没有用过，所以我也是买回来尝试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哦，这个也是那种银器手镯那种，这个手镯吗？这个是，哦，这个是一个脚链，这个是一个 baby 脚链，是我买给我女儿戴的，因为想无时无刻都知道她跑在哪一个角落，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脚链给他。先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他的脚链是这样子的，他是有一个八卦，然后有一个平安，类似平安扣这样子啦，就不一样。而且哦，他这个牌子是在 Facebook 也是很红的，你看他这个牌子，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试试看他这个 Facebook，它很卖很多不一样的银器，然后它也是有很多脚链选择啦。然后我也是有买了两条项链，它刚好也是在做优惠啦，买两条它就有双十一就有 offer， 所以我就买两条。你看，我就买了这个，看到吗？一个是一个钥匙，就是那个锁匙扣，锁匙的心形的。但是它的链哦有一点幼哎，我觉得会很容易断吧。就是久久出去一次拿来戴是 OK 啦，如果你初戴的话，可能它的链会比较容易断吧。然后另外一个是，另外一款是米奇的，你看，米奇看到吗？它的项链也是有一点幼，不过比刚才那个好啦，应该会没有这样容易断吧。我没有想到它会这样幼嘞，我买的时候我看图了，就感觉它的链会很结实了，但是拿到之后，拿上手之后真的是很幼，所以我也应该不会拿来初戴吧。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包裹，这个下一个这个是那个黑芝麻核桃粉，就是它粉装的，你看它的瓶子是这样的。这个是在药材店买的，就是上次我上一个视频讲的那间药材店买的。然后呢，这个核桃粉呢，听讲啦 ，OK， 很好喝，所以我就买一罐试一下，而且不是很贵，才好像10多块罢了啦。可以当早餐来冲来喝咯，也不错。而且黑芝麻核桃是有营养的，应该小孩子也是可以喝的。好累哦，这次的开箱。啊，这个也是双十一买的，你看这个牌子，看到吗？
这个牌子是叫圣露西亚，然后呢我上网看，而且很多 YouTuber 都有在用啦，这个洗脸霜它刚好是在做 offer， 所以是买二送一啦，我就买来试一下。我一直都想买的，但是一直都没有买，因为一直嫌它贵，然后现在它双十一，所以我就一次过买了。然后你看它的瓶包装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你看它的头哦，它的头是有刷子，你看它是那种刷子可以刷啊，它你可以卸妆，可以拿来洗脸，也可以拿来卸妆，它是类似可以多功能用啦，所以你如果是化淡妆的话，你就不需要再用卸妆水卸咯，你就可以直接拿这个刷子来刷。这个你看它的毛感觉很舒服，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用啦，有三支就可以用很久，应该一支也是可以用大半年吧。开箱下一个，然后这个是裤子，这是裤袜，它是这样子的，质感还不错，也是算蛮厚啦，好要穿了才知道，不过感觉还是 OK 的，如果好的话我也会买多几条啦。我买了一条黑色，一条深灰色，深灰色是这样子的，深灰色看到颜色吗？深灰色。再来下一个，下一个是这个是那个瘦身裤，这个是叫做那个叫做什么闪电瘦身裤啊，而且很出名耶，听讲就是说你可以穿它来平时出街穿也可以，你可以穿它来运动也可以，然后你睡觉穿也是可以，因为你穿住好就可以达到那个瘦身的效果，它里面好像有那个精油在里面啦，所以哦它会有达到瘦身的效果。我是第一次买啦，不过我一次过买了5条，因为就想到如果好穿的话又要再重新买，我就很懒惰寄东西去英国了，而且一次过寄就邮费会一次过算，就比较划算一点咯。然后它的材质是属于滑滑的，真的是滑滑的，但是那个好像有一点小挑了，它好像讲是 free size 啦，就是讲只要是少过70kg 啊好像就可以穿吧，然后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看到吗？好像是也是一个韩国牌子吧，我买的东西很多都是韩国牌子，我买了很多件耶，而且哦它现在这一款哦是新款啊，还有总共有6个颜色，然后我也不懂我买了什么颜色。然后下一个，这个是面膜，这个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啦，它是叫做迷幻之城啊的面膜，可以看一下，我是没有用过，不过呢我上网看到哦很多人用，有很多人给的 comment 也是讲哦用到很不错啦，而且它蛮便宜耶，它是3盒108块，所以我就觉得诶3盒108块就是1盒有10片啦，所以我就觉得诶蛮划算的嘞，换回来你因为我这里每一天用面膜，所以我就觉得有效又便宜的面膜是最好的，所以这个面膜你们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我们再来开箱哦，这个你们应该没有看过吧，但是我通常买这种东西全部都是在网上 FB 找的，所以呢这个是隐形眼镜美瞳，它也是有很多颜色选择，而且哦我看到他们的给的那种 comment 也是觉得很好耶，讲
戴起来也是很水，就是讲不会戴到眼睛不会干哦。而且它一次过，它一双可以戴三个月，然后我就一次过买了三双三对，因为我就想到可以戴久一点，然后之后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才再买，所以我就一次过买了三个颜色。看这个我买了 brown color， 好像是 brown color， 不懂你们看不看到这个颜色，然后不懂你们看不到这个颜色，我选了一个巧克力色，一个灰色，然后还有一个粉红色，它的粉红色不是很粉红的，所以我就买了三双。而且它刚好买三双它有优惠耶，它会再送一个口红，这个口红我不懂好不好用啦，你看它这个口红的颜色看到吗，它这个口红的颜色也是我就觉得蛮不错啊，但是不懂好不好啦，就反正是送的，中就拿咯。然后下一个呢就是也是保温壶，不过这个是不是那种闷烧壶，这个是普通的保温壶啦，我是拿来想到有时候出去还是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拿出去用，但是我以为很小个耶，它其实很大个耶，你看它有差不多1L的水壶，好像是可以耐18个小时啦，都还可以保温哦。它有很多个颜色选择，然后这个价钱的话我是觉得还蛮不错咯。 OK，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然后这个也是面膜，这个是米上面膜，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懂吧。它现在是这个版本是升级版啊，这个就是一个升级版，而且哦，之前那种是一箱啦，只有一个二维码可以烧，它的二维码哦可以拿去抽奖哎，现在是一箱里面每一盒啦，十盒每一盒都有一个二维码，所以是抽奖的几率是高了啦，但是我烧了这么多盒我都没有中过，所以继续努力。然后呢同一个牌子，它这个米上的就是那个DV set 朵色的啦，它就是这个，而且它的口红还可以刻字哦，所以我就刻了自己的名字。哇你看好美哦，它的刻字你看到哈，超级美的刻名字，如果有机会我会买完它所有的颜色回来我给你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颜色。而且听讲他们的口红是可以讲就是不会沾杯的啦，你擦了之后它干了它就不会沾杯的。看这个颜色，第二个颜色。好，现在我们来最后一个东西开箱啦，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是一个代餐，是一个可可代餐粉。我是跟其中一个 YouTuber 买的啦，就是秋文啦，然后呢这个摇摇杯呢也是秋文自己设计的，你看他设计的 logo 就是这样的，这摇摇杯是自己设计的。然后呢现在这个摇摇杯是已经卖完了啦，我知道的是我一次过买了三个不同颜色的，你看，但是本来我是想要粉红色的我买了，但是粉红色已经卖完了，所以我就放弃，我就买了三个就好了啦。希望秋文可以看到我这个影片会送我一个粉红色啦然后这个台可可代餐呢，我就听很多人讲是蛮好喝啦，而且巧克力也不会甜，但是还是要我试了先才给你们知道 OK。 然后以上就是我所有的开箱啦，其他东西已经是无关痛痒的 OK。 然后好，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帮我打开小铃铛哦。好，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来，我的小助理讲个拜拜，拜拜，拜拜。
要怎样讲了吗？停一下，停一下。不用停，等下卡掉。哎呀。